一点点一滴滴，将心事来敲我门呀门，无感情歌。来来来，坐落来，做下烤肉哦，来来来。是啊，大家做伙较闹热啦。哎，对对对，来。坐落来啦，啊，大家哪吃哪开讲哪看电视啊，哈。免啦，我忝，我要较早休困。爸，恁吃得啦。哎，新哥啊，卖客气呢，啊，哎，卖妖怪假细腻呢，哈，来啦，做伙吃啦。真正有够高搭片的啦，哎呦！啊，大家欢欢喜坐落来烤肉，毋是足好诶？哪会要安尼歹斗阵啦？吼！新哥，莫怪阮爸啦，伊可能真正欠嘛。好啦好啦，莫怪伊吼，咱来食烤肉。嗯。哦。哇！足香诶！哦，谢谢谢谢。阿叔等下。自从迄个姓叶的来处理，我煞变甲愈孤单，愈无伴。笑啊！哦，总算把你人家笑啊！哦，哎呦，安安哦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啊去去去去去去，啊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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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乖，哎呦，过嘴干！爸，等下。啊，妹啦，阿罗，我看伊在哭，啊，小个人者。我在，多谢爸。女啊，顾囡啊，爱较注意咧，唔通放伊哭哈，实在伤要吵。我在。小志强，爸爸知影哦。阿公愿意抱你，阿公愿意给你揉笑，志强爸爸一定足欢喜的，对吗？嗯。你伫底？我伫客厅病房呀。我想嘛是。哎，我问你哦，你敢知影今日什么日子？今日什么日子？万圣节已经过啊，啊，元旦节我还没到，算计日子嘛未到啊。啊，敢毋是饭店举办特别活动的日子？李有志，我知我知啦，今日是你的生日对吧？你搁会记得哦？老实讲，你拄则问我，我才想起来。歹势呢，最近无闲饭店，还搁爱照顾 Kitty，
煞拢袂记帮你准备庆生的代志。不要紧啊，我无怪你啊。安尼好，我等下来拜托病院安排特别看护，啊，请你过来照顾 Kitty 几点钟啊？我再过去你遐好好庆祝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我看哦，你就伫个饭店的餐厅就好啊啦，卡便你走走，我等你哦。好啊，晚上见。原来今日是潘可心的生日，有事要回去庆祝伊生日。副市长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事找你，啊，七零一的郑小姐，再麻烦你给她注意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多谢。副市长，七零一病房有状况。苗子的专工赶回来替我庆祝生日，伊毋是真正疏忽啊，是我家己想想济啊。你好，这是董事长的办公室，麻烦饭店的餐厅今日暗时替董事长留一个两个人位置。哎，爱有上好的位置哦。啊，过来麻烦餐厅哦，订一个鸡卵糕。多谢。今日是我甲幼稚好好了后，头一次过生日，心情就亲像阮拄交往的时阵，头一次做伙过生日同款。等阮食饭了后，阁找幼稚做伙去山顶看夜景。足久无甲幼稚做伙看夜景啊！你无先约咱全家人见面，是要讲啥？我哪会知啦？看事办事啦。李董事长，来您请。李董事长，阿姐。哎，我今天来哦。有一个重要代志哦，想要讲。我想讲哦，要来开一个临时董事会，来改选董事。改选董事。我李木生哦，伫恁李大的股份哦，我嘛占20%。我若要选董事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李董事长，你安尼做是故意在刁难我？对。我就是要刁难你，安怎？我要让你娘教每一个人哦，知影讲哦，请是容易，上心难。报告董事长，这位李董事长的太太，今麦人已经伫咧外口啊。该来的拢来啊啦，这就是你当年哦，因贵入体下场，赶都赶袂走。请你入来。是。啊！你对来这要从啥？无信，我是想讲，今日来这搁甲应家人冤家，算我唔知。今日我来甲应家人冤家，
无恁囝歹做人，嗯？李太太，你若惊恁囝踮在阮家歹做人，就紧叫恁翁退股啊！当年我提迄笔钱给你，嘛是讲希望你哦会当安尼好好啊过日，也算讲我对你是一种的补偿。啊，遐钱哦，你让恁先生去运用。今仔日恁我大人我事业哦，做我这么成功，这么发展，这算讲是恁的福气啦。哦，我不会通讲。啊，不过，那么论斤讲起来哦，迄笔钱嘛是讲。你先生哦，重要的基金，算起来我嘛是有小可的温情的。啊，你今日颠倒用这款态度来对待我，我哪知影安尼哦？我根本都无需要安尼做啊嘛。无，你今物讲这是啥物意思？哦，我较早事业未成功，拢是杨总我来功劳。你当随便，食过气也知影拜树头。论斤讲起来，阮爸确实算是你半个温情人。讲温情人哦，这我是不感动啦。当时我安尼做吼，也是希望讲李太太会当跟阮娘家吼一刀两断，安尼我就心满意啊。了不起，你已经了不起啊！杨董啊，卖个嫁落去啊！迄条钱哦，明明哦是要让你嫁人笑咧。吼，即摆讲你到底，敢袂是讲摕迄条钱是予阮人阿婆吼会救命钱的款的啊？你娘家这面皮是安那厚到吼，实在有影死人的轻皮呢？你当袂着啊？我希望吼，你莫安尼意气用事哦。你若会当来退股，安尼咱两家吼，叫我来拢恢复平静啊。无可能，你、恁老婆、恁媳妇，恁一个一个吼，对阮太太做无情的，所以哦，我要替阮某讨一粒公道。李董事长，我已经讲啊真清楚啊，我甲你的太太绝对袂阁有牵连，请你即摆来退股。这唔正经哦，你为着杨家的地位，连亲生老母你都无爱啊？好，这款囡仔哦，我若无好好甲你教死哦，恁爸才甲你共死。你若坚持要安尼做，敢若是甲这个代志愈不愈复杂。对啊，我伫逐工拢要甲恁接我。那恁拄则讲，恁老爸是我的报恩情人，好啊。对即马开始哦，我就偏偏啊继续投资恁伊哩打。我逐工哦都要来甲开董事会，我要来监督恁的业务，互恁的业务哦会当安尼日日进步，生意兴隆大发财，安尼算讲我甲恁娘家报恩，安尼好无啊？无信，你莫这么激动好不好？我无激动，我足认真。以后啊，我以我当时的身份，我来监督恁伊利达业务，恁每个月的业绩，就是要我承担。啊，一定要我承担，恁若是做袂到，恁大家哦准备坐咧等。你不是董事，根本无资格讲这话。试看卖，看我这董事坐起袂？无先，我看吼，咱是先转来啦，行啦。我今嘛替你讲，你是甲拖要出啥？行啦，咱转来才讲啦，行啦。恁家听好清楚，吼，对今嘛开始，我拢甲恁监督，咱若唔信就对啊，试看卖，要恁娘家绝对歹过你嘞。哎，我来，行。洪爸哦，去伊家这么久，搁未转来，还唔知出啥物代志哦。咱干嘛去关心姐啊？也毋过阮阿姨已经挂过啊。转来。爸，啊你去伊家创啥啦？啊这状况怎？你讲的哦，一点仔都无唔对啦。若讲到杨家的人哦，真正无一个是好命啦。哼，迄若毋是讲恁阿姨哦，去甲我苦劝。我就一定没有迄几个无情无义人好看，实在是有够超过。但你若是倒一点做唔对，因凭啥物安尼糟蹋人？哼！
就是讲伊几千啊钱就真了不起哦，哈！迄若要讲比钱比势哦，我嘛无一定输伊呢。爸，听你的意思，你即摆有徛你阿姨这边哦？我也是无讲一定徛伊倒一边啦。做人哦，袂用想过无天理，因着想过过分了，我才会想要往哪看。还阁有啊，从即马开始，即件代志哦，是我个人甲个人的文化，恁拢总卖掺。也你啦，迄个所在你着卖阁去啊！你无代无志，走去也毋走，但是要从啥？阿姨，你得安心哦，我看会出来，阿爸是真关心你。迄是阮的家内事啦，囡仔人卖当么掺啦。爸，你莫安尼啦，啊，纯纯嘛是好意关心嘛，也无得罪你，你也对纯纯啦。也你也同款啦，这件代志恁都拢总莫插啦哈。我安尼还阁无够十哦，啊，着阁听你当面讲东讲西哦哈。哼，我确信呢。我听你讲东讲西，我确信呢。有代志先。无代志，你等下顺行。歹势啦，我们爸人就是安尼，啊心情无好的时阵吼，面相较歹看，但不过吼绝对无歹意呢。我知啦，我无代志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阿伯对人也是足好的。啊，若不今仔日，嘛袂走去替伊出头啊。是阿姨，啊看起来吼，爸已经谅解你啊，啊即摆你心情放较轻松的，莫阁艰苦啊啦，吼。看恁做甚无代志，我感觉就欢喜。纯纯，你有影足乖巧的，啊而且吼嘛好足体贴的，未来会当跟你做伙，真正是个福气。我相信，恁还是阁给恁阿爸一挂时间，互伊知你的好。一定会支持恁两个人做伙。等几个吗？李宝爹，你来送啥？宝爹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银行顶界搞某两群，我今日一直来找算这条账。你若是有本事，你等阮翁回来再过来找算账，莫伫咧遮哦，太无伫咧想耀武扬威。你放心啦，我会过来，我一定爱伊为着顶界拍坏的代志搞现实的。若无，我想来发即摆什么无？时间上济，到时我就一直乱，乱到恁病院，所有的病人都唔敢来遮看病为止。雪芳，你真正受够悲哀的呢！堂堂一个大医生，竟然对了到变成一个，大刚敢那会死个脑袋一个小老弟，我真想无呢，你哪够有面，敢带着阮病医一脚步啊？恁这个病，我早来的改名叫做来发医院。我这个未来院长，大刚来遮巡视有啥物唔对？你继续下班不要紧啊。跳摆无落撇久啦，我听阮哥讲，已经阮可心也知影，你下早阮当家己。阮哥即马人无伫，就是伫咧找证据。等阮哥找了证据了后，你就准备食免钱饭啊！尽量去找啦，我无会恁当家己，伊是会当查得下。虽然我已经抢到黄教授因前某提供和潘可心的证据，但佫怀疑还佫有其他证据。怎？那点点唔讲话，是惊着？这就是人咧讲的啊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唔管你安怎不落去，我讲无下恁谈家钱就是我。这句话，你来去甲法官讲啊。等一下。你不是来这间，我跟你回信的。好啊，那无
就等志强去监狱找你的时阵，我会请伊甲你讲，是的，你若是无坐家，天下是袂太平。放心啦，今日代志我处理好势啊，我先去甲拍一下招呼，等下我过去遐找你。生日礼物哦。我不记得呢，骗你的啦！你无我走了几小时啊，你绝对改。好啦，就安尼，啊，其他咱见面再讲。好，拜。Kitty， 你系谁同啊？啊？你先别哭，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啥代志？想到你突然间，你要小心啊！兄弟，虽然这摆舞蹈比赛无得参加，但我将来无得靠遐有机会啊，甚至有你来做教练。把你训练出来的学生去参加比赛，这嘛是行的啊！我知，我知，我拢总知。恁大家在咧苦劝我，我早都应该看开啊。也毋过我的心肝内还是足艰苦。原本我会随心随意伫舞台顶跳舞，反正这边的冠军早就是我。想袂到我竟然发生意外。让我的希望变作是绝望啊！兄弟，这头壳足冰的，我先扶你到眠床顶。兄弟，我无想要搁踮伫个病院，继续治疗，我家家敢若是会惊，我以后嘛无可能跳舞啊！我真正无想要这款绝望的人生。我真正不知道讲我阿来去有啥物意义，一定有意义的啊！你袂记，我有跟你讲过，我一定会陪你，搁重新找到一个会当让你感觉骄傲的代志。无可能找得到啊！这代志我是想看赶快。我问过医生，伊甲我讲，给我的机会真少，我继续落去嘛是只活家己尔。你先别安尼想，听我的，我先扶你到面子顶。来，机会偌细，总也是一个机会。来，你要对你家己有信心，知影无？幼稚，是的啦。我知我这么伤心，你会足艰苦。也不过，我心肝内真正足艰苦的。我拜托你，你莫阁插我，我一个人伫咧遮就好啊，我莫你走嘛。你莫讲这话，这边来呢。拄只反正你跋一倒，脚去伤着，我即马请医生过来，你等我，好。好啦，莫搁哭。小姐情绪无稳定，但无我咧陪的时阵，也无发现着啥物问题啊。这是有人陪的时阵，只要你离开，阮发现你的情绪就变到足无稳定的，希望你爱较注意一下。我知啊，喂。阮会请医师评估，看是毋是要安排一个心理师陪开讲，听伊讲情绪无。
要不陈小姐个性真倔强呢，若要陪伊开讲讲心事，我来应该就用个啊。完了无，阮有需要再请恁专业医疗人员来甲阮斗相共。哪呢？这是咱24小时的自杀防治专线，你会当提供给郑小姐。多谢。没。可惜。没吧？你已经到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先过哈。哎，可惜，歹势，我无法度赶过去帮你庆祝生日啊。是安怎？因为 Kitty 的情绪受到舞蹈比赛暴徒刺激，即马非常不稳定，所以我必须要留来照顾伊。不要紧啊，就干那是过生日尔，你好好照顾 Kitty 较要紧。多谢你体谅，歹势。我即马赶来病房加安慰，啊，若无我今日阁做出什么戆代志，吼，就先安尼。敢真正连甲我讲一声生日快乐，时间都无。伤心啊啦！完了，我知影你伫病院嘛一定足无聊，我即马带你来山顶行行，看夜景好无？我嘛最想要去外口行行，也毋过安尼伤过麻烦你无？当然嘛袂，我即马来甲护士请假，带你出去。这夜景，做亲像是夜车的灯火。我唔知影，爸爸甲你讲过无？我讲小妹是阮妈伫夜车啊摆摊，从饲大汉的。所以，逐天日头落落山，就是阮开始要做生意的时阵啊。不过，记得阮妈捌讲过，伊讲红红的夕阳，就是阮的日出。因为阮是伫夜车讨生活的人，所以日头若愈暗，阮都爱愈拍拼，甲即马阮妈迄种奋斗到最后，绝对无遐尼啊简单放弃的精神，还是深深影响着我。看会出你甲你妈的感情，敢若真好。这是当然的，我相信若无伊，绝对无今日的我。对啊，国公的阮妈，我敢若毋捌听你提起着恁爸母的代志。你走了怪辛苦。哎，歹势，我唔是故意的。我知影，我也不怪你。放心，以后你袂是家己一个人。其实你应该当作是亲人啊。以后你有啥话要甲我讲，还是要甲我分享的，我拢欢迎哦。多谢你，我嘛真多谢你陪我走过这段日子。你即嘛是我唯一依靠。若是无你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过落去。若是我，还阁汉良姐啊，可心、如意，还阁大家啊，我相信大家拢甲我同款，拢足关心你。就是，我感觉你妈妈是一个真受人钦佩的人。我咧想讲，是毋是等我较好，你带我去拜访伊好无？当然好啊。我想伊阮妈的个性，伊若要知影你是为了我在受伤的。一定会用尽办法，用伊煮的排骨汤，大家来进步。真是的。嗯。哎，可是唱歌好听吧？我知你最好唱。你内行的哦，是我家己不爱做歌星的，我早就进军歌王啊。
你讲你心情袂轻松，拢是我，因为咱真久无出外，四界行看别人成对又成双，去度假是安怎，我也袂无闲耍。你知影我毋是存心，予你等实在是今仔的景气，钱歹赚，有真多人找无石头。来怨叹，你看看，咱也过甲真美满。你的眼神我真不甘，你不讲话我坐咧等。你叫我看那张两年前的相片，背景是晚安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出去玩，要到位去，一边予你选。海生啊，啊今日录音哦，强抢，啊有线啦，阮就去警察局做笔录啊。我今嘛在遮哦，等来发生来陪伊，啊不才看过。海生啊，完了啦，下暗迄段哦，算我的，好不好？关上了门，不必理谁。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，手机让他休息也。来，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。可心，生日快乐！顶届生日，有次妈讲要替我过，啊，不过因为如意出代志，所以我就一个人过。袂到这个也是同款，刚刚我就是注定爱孤单一个人过生日。一个人过生日就一个人过生日，有什么好艰苦的？一个人过生日了。生日有影真可怜，你敢会感觉小无孤单？无安尼啦，我牺牲时间来陪你，若陪你儿子，伊即马伫咧照顾凯莉，根本就时间差袂啊！啊！这遐久的妈妈桑啊，连对查甫人应该爱有的温柔手段，你连一点仔拢无学着。小芳，你若想要搁伫咧遮讲遐五四三的？我随和你知影，我阁有甚物其他对付查甫人的手段？你放心，我袂兴趣跟你比拳头步。我只是想要你知影，你莫两阵讲去甲陈志强讲遐有诶无诶地方对。顶摆因为你爱管杨老师，已经造成凯莉受伤啊。啊，即摆男朋友甲人讲过用，即摆你若阁去上南部，恐惊到时阵。你了解男朋友当作是礼物送予人吗？莫生气嘛，啊不安尼啦，我代替李有志，甲你恭喜一下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陶导演。
今日去的所在夜景真水，林刚，你搁带我去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你哪会遐困啊？搁啉到规身骨全酒味，来，较清醒。啊？你等来啊？哎，我来找你哦，跟我做伙庆祝我生日。来。哎呦。我唔想要一个健康哥。可心啊，你哪会家己啉到醉到安尼？搁一个人走来病院，万一若发生啥代志，是要安怎啦？啊？苗子，你莫搁骂我啦。我知影最近哦。我做啥物代志都做不好，你对我足失望的。啊，不过，今日是我生日呢，你敢袂用个甲我讲一声生日快乐？莫阁念我啊！你即摆是咧乱讲啥？我要哪可能对你失望啦？有些代志嘛好，扣枫叶代志嘛好，甚至是我家己甲我家啉酒，啊庆祝我的生日嘛是。我嘛无想安尼啊！我替你顾饭店，予你全心全意来照顾凯莉，我是想要甲你斗相共啊！谁知影你无闲干，连我讲一声生日快乐，甲我做伙食一顿饭时间都无。可心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今日临时发生的状况，毋是我无爱陪你。哎呦，你敢知影？我今日哦。家己在家己饮酒庆祝我生日的时阵，我拄着雪莱巴找我麻烦呢。伊甲我讲，我就是受过太差人的营养素啊，雪莱不够，要甲人讲过男朋友。可心，你饮酒醉啊！哎呦，我未讲煞啦。雪莱巴今日讲种废话的时阵哦，我就想要甲伊拍落去。水莉啊！啊，不过我真正无气力了啦。苗子，你现在都要搞一个人放嘞？我真正就无喜欢这种过生日方式。可心，可心，你听我讲啊，苗子，失礼了。我真正唔知影讲今日是可心的生日，我感觉真歹势。你莫想遐多，可心唔是种遐尔无巴登的人，是我家己，我甲代志处理好势。我才真正袂记得我坐轮椅的，来，我扶你到轮椅顶。病院找恁的麻烦哦，真正有够可恶啦！后盖若有这种情形哦，打电话给我，我马上去甲修理。真个唔免啦，会长无咧惊伊啊。而且即摆阮哥已经去找证据啊，到时阵一定要予伊食面钱饭啊。对，参照这款无情无义，又搁袂肯杀查甫人，咱一定要予伊受咧报应。请假啊！那到正晚才回来，食饭阿未啊？我已经食饱。哦，我就知，一定是甲我过去，哦，无要回来食饭，所以阮嘛拢食饱，哦。爸。哎呦，歹势，亲家，哦，搁坐着你的大位，吼吼，哎，不是我咧讲，这个位哦，
真正坐了有够舒适。拍坐拍坐，下坐。拍一个地。好。哎、欸，等下，如意啊。哎、欸，准备这样，这这这。啊，免去啊，恁家早就无地米啊。嗯。什么？地米无啊？哎、欸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有早来，是阿里山上好的地，袂啉无。最好一泡茶给你喝，你不就较笑面呢？真正是好茶，袂歹啉，香甘甜。后运阁好，安怎青哥？赞哦，香甘甜，后运好吼。哎，青哥啊，我坦白甲你讲，这个茶米哦是咧粪扫发的送的。爸，你要紧无啊？啊？李公子。一点点，一滴滴，将心事来交换。